elaborate 名词呢，词尾的变化的情况分为定尾名词、变尾名词和半变尾名词。例如 ，inna la iskandariyatay madinatun sahiliyatun wa hadhihi al madinatu jamilatun。亚历山大是一个海滨城市，这座城市非常美丽。ila ayna nusafiru。我们到哪里去？太巴达拉扎米拉尼，埃伊曼努我沙黑伦阿尔哈蒂苏。两位同学埃伊曼和沙希尔正在聊天。沙哈巴的沙迪亚图啊，沙迪亚走了。什么叫定位名词呢？定位名词就是不论本身处于什么语法地位，其尾符都固定不变的名词，如例句中的 hazihi 这个 aina， 因为这类名词在形式上不带格的标示，故只能根据它们在句中的语法地位分别称为处于主格地位、处于宾格地位和处于属格地位。定位名词主要有人称代词 who、he、and。指示代词得刨去什么呢？哈塔尼哈扎尼，如哈扎哈迪希扎里卡。人称代词、指示代词，还有时间咱们讲一讲啊。还有疑问代词，疑问代词不包括哎呦、哎呦啊，是哎呦，它有哎呦、哎一、哎耶的变化啊，如妈、man、开塞、cam 等。关系代词不包括双数，阿莱塔尼、阿莱扎尼。那么关系代词有 man、ma、alati、alati 等等。条件名词，条件名词 aye 啊，还是跟刚才一样，这俩是这个变化都有啊。man、aine、kulama、iza。部分时空的名词，比如 ala、ane 现在 ，amc 啊，就是其实 amc 没有 amsi 或 amsu 的啊 ，amc 昨天 ，hine 啊，什么什么时候 ，hisu。在哪里啊，这都是固定的搭配。还有数词11到19的复合数词，不包括 ashala、 isna ashala 或 isnaita ashala， 因为这个稍微有点变化啊。还有呢就是相似结构的复合名词啊，咱说一下 ahada ashala 11 salasata ashala 13，你看这样都是这样的，不会变化的。后边 laylan nahala 早晚，后边 bainabaina啊，这个 baina baina 就是嘛呢，就是差不多啊，就那么回事啊，这种含义是口语型的。部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 ，Yazid 啊 ，Yahya， 苏里亚是叙利亚 ，Uruba 是欧洲 ，Uruba 的巴只能是巴，不能是别的，苏里亚亚也只能是亚，这都是地名啊。好，变位名词，变位名词就是随着本身语法地位的不同，其尾符会有相应格的变化的名词，如例句当中的 Madinatun Sahiliyatun Jamilatun Zamilani 和 Shahilun。 变尾名词主要有嘛呢？有这几个啊，主要解释这一个，除去前面提到的定尾名词和后面将要提到的半尾名词，绝大多数名词都是变尾名词 Ustadun Wakatun SL Rehalatun 啊，这等等。那么双数名词也是变尾名词 Al Abowa Abowan 那 Zamilatani Ainan 啊，这个。然后完整式的阳性复数名词随你用的中国人啊 Tabahun 啊，厨师们 Mutahamisun 啊，下边这个。还有一些名词也是完全变化的，就比如主格的 zu 啊 z 啊 zawani 啊，这个变化 hamun 夫啊 ，ahun 啊兄弟 ，abun 啊父亲，就这样的，这都是有变化的啊。半变尾名词，半变尾名词就是随着本身语法地位的不同，其尾符会有部分格的变化的名词 ，aimanu。这个应该是人名，
没有爱买奶或爱买侬啊，没有爱买，也没有爱买侬的这说法。下地也土，下地也胎或体啊，它没有吞这样的变化。爱马基侬啊，马阿里姆，沙瓦里奥啊，等等。半变位名词主要的特点，其尾符在泛指时不能标双音符，比如说探、听、吞双音符。半变位名词主要有阴性的专有名词，比如说女人的名字或者地点，苏阿杜、卡利麦图、达金努、米斯路啊，这是达金是北京啊，米斯路是埃及。部分阳性专有名词，男人的名字和地名，尤素夫啊、欧马路、埃布拉黑姆、纽奥洛克啊、纽约啊、布鲁塞尔的啊，这就是名字。然后法量努，法量努词形，它的阴性必须是法量啊，法量努法量啊，叫法量努法量啊，半主动名词，和 FR 的半主动名词啊，比较名词啊，比较名词，叫安啊，叫啊，阴性叫安。啊，你看它那词形是一样的啊，叫法兰努，叫阿努，叫阿阿哈马努，红色的阿克巴努，变大的啊，举更大的，这是各种词形的极限复数名词，托瓦比古啊，哈拉伊图，塔嘎里鲁，埃加尼布啊，再等等啊，还有词尾。显有辅加眼尾的 alif 的眼尾名词啊，哈达拉乌啊，阿斯迪嘎乌啊，乌代巴乌，索阿达乌，索哈拉乌啊。名词由于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不同，词尾要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现象叫做变尾。没有词尾变化的叫定尾名词，有词尾变化词尾可标双音符的叫做变尾名词，双数名词完整式阴阳复数名词都是变尾名词，有词尾变化但词尾不可标双音符的就是 an in un 这样的名词叫做半变尾名词，不知道大家理解没有啊？回去大家再好好阅读一下刚才我说的话啊。二，名词的泛指和确指，阿拉伯语的名词有泛指和确指之分啊。泛指名词啊，是不具体指某个人或者事物的名词，与前面的例句中的麦地那吞、萨克利亚吞、杰米拉吞、赞米利亚吞两个泛指名词构成的正片组合，或者带有定语的泛指名词仍然是泛指名词，是一种范围受一定限制的泛指名词，比如 Orfatu 啊 Estigabali 一间会客室啊 Madinatun Sahliet 一座海滨城市，但具体的哪个海滨城市是青岛是北京还是天津啊没有说。确指名词，确指名词是指具体的某个人或者事物的名词，前面例句中 Hazihil Iskandariya Al-Madinati Shahil 啊， Shahil 是个人名当然是确指了， Al-Hadis 对话，确指名词啊，在这个 Hadis 如果没有冠词就不是确指，所以有冠词还是很重要的，冠词代表了确指。人称代词啊，比如在 Huwa Huma Hum 啊， Hiya Huma Hunna Anta Antuma Antum Anti Antuma Antunna Anna Naharu 啊，大家回去背一下去啊。还有这指示代词啊，这几个专有名词啊，专有名词一般是地点或者人名，阿克麦德人名，迪马人名，顺着中国 Muslim 埃及啊，关系代词安莱兹安莱提安莱扎尼安莱塔尼安莱兹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还有乌拉一看啊，等等等等，还有冠带冠词的名词，带冠词啊，刚才说了带冠词阿拉加米啊，大学加冠词阿拉奥托拉图雪特维耶啊，寒假冠词阿拉阿哈拉姆，阿哈拉姆当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啊啊，阿塞达嘎啊，友谊确指。
还有偏次为确指名词的正片组，偏次是确指。Ra ayu kalim，kalim 是个人名啊，kalim 的意见，asaruha 他的遗迹。Ma'alimul Madina 城市的景观啊，在这等等。下边还有被呼唤语 Ya duyuf 哎，客人们 Ya dualim 哎，学生。Amalinatul Nahawiya 这么语法练习啊，找出定位名词、变位名词和半变位名词啊。我用那个不划线、画一条线和画方块的区别。Rihalatu 是变位名词，Anharu 河流变位名词，Takaridu 半变位，Duma 啊，Antum 是定位，Salasun 啊是变位名词，Tisa Asharata 这是19，这是定位名词，Aswadu 这是半变位名词，Fikratun 是变位名词，Hatibun 是变位名词，Ashiyau 啊半变位名词。Zalika 是定位名词，Mujtahiduna 勤奋的人啊，这是变位名词啊。Hobalaw 这是学者们啊，这是半变位名词。Tarbanu 啊，半变位名词。Uruba 是定位名词，Kubani 是定位名词啊，古巴啊。Barid 这是变位名词，Hatani 是这个变位名词啊，这是定位名词。Dagalilo 啊，Dagalilo 这是半变位名词，Abao 是变位名词，Jawanibu 是半变位名词，Buma，Antuma 是定位名词，Gidaro 是变位名词，Azamu 是半变位名词。好，找出泛指名词和确指名词。那个确指呢就划线，不确泛指就不划线。Maktaban 泛指，Ustad 泛指，London 啊。伦敦这是确指，Isna Ashala 这是泛指，Swadigi 我的朋友这是确指，Al-Amidu 啊这是确指，Arus 这是泛指，Urfatunnomi 这是泛指睡觉的房间，Ishruna 泛指，Hadihi 确指，Fatima 人名确指，Waziru Harajia 这是确指，为什么呢？偏次是确指，外国的啊，从属类的确指名词外国的部长、外交部长啊，一般是这样。Ethiopia 确指啊，非洲。Computer 这嘛呢？Computer 啊，这是电脑，这是泛指。Atamu lazid 可口的食物，这是确指，因为食物这个是确指。Radio Gadim 老收音机，这个是泛指。用下列名词造句，并使其在句中分别处于主格、宾格和属格地位。كانت العطلة في مدينة 天津木木跳滩。天津的假期很有趣。ما رأيك في السفر إلى مصر？你对去埃及旅行有什么想法？Inna haula al-mudara'a mutahammisuna，那些经理们很兴奋。Yumkinu lizuwari an yatajawwalu ala sawahili al-bahri，参观者可以在海边漫步。Kuntu ma ashrafu。في زيارة الأستاذ يوسف 我和艾什莱佛访问尤素夫教授。找出学过的定位名词、变位名词和半变位名词，并总结它们的格变规律。找出绘画一中的泛指名词和确指名词，并说明各自的使用原因。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